你看那是高铁啊，高铁也路过这边是吧？路过这个村，然后快进站，你往那边就是那个，金州火车站嘛。那个这边在修路啊，就是我们前方这个位置啊，就看你看那边有几个高楼啊，就前方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海洋世界啊，叫海洋世界。然后呢，就是远处啊，现在看不了太清楚啊，远处比较若隐若现那个地方，应该是那个，沙北新区是吧？所以这条主干这条大道啊，就是从那个，一直要通到那个沙北新区那边是吧？相当于是，再往这边看呢，往这边看呢，这我看应该是一直要通到那个长湖，长湖那边。所以这条路啊，是那个。也算是那个金州市一条从就是南北，大家知道这个金州市整个其实是东西向的啊，沿着长江发展的这样一个东西向的城市，那这条路修成以后，应该是一个南北向的这样一个也算是干道吧，是吧？从这个长湖从长湖一直可以到那个沙北到沙北是吧？这样一个南北的一条主干道吧，修的也差不多了是吧？应该这个地基应该这个工程，这个路最早应该是先是地下管廊是吧？地下一些排水啦，这个电线啦、电信啦是吧？一些那种地下管廊，然后弄好之后，然后就是地上工程可能就快一些了是吧？然后就铺装，然后周边再绿化了什么这些是吧？我觉得是这么概念吧。这个路我不知道是原来有还是说那个后来是，后来相当于是这个拆迁，然后这样就感觉把这个村它分成两段是吧？因为你看那个那边还有个土路啊，待会儿我们再到那边走一走，是吧？还有这个我突然想到啊，这个就为什么说这些年啊，就大家老提这个，东北那边是吧？因为你看啊，就像南方这边啊，它一年四季啊都是可以施工，是吧？但是你要是在东北那边，确实它冬天啊太冷了，它有一段时期这个土都是对吧？就冻土期，它的施工是很困难的。当然，好像说它那个施工技术的提升啊，冬天也可以施工，但是太冷了，冬天确实这个，对这个施工啊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个原因吧。这个你一年毕竟有那么几个月，你什么也干不了是吧？确实也是，现在这个别说这个，我们叫夜以继日啊，现在真是争分夺秒，就大家就是做一些事情都是就拼命的就是赶工期是吧？所以包括因为我拍过一个叫影城那个街区是吧？我那天去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号吧，然后离那个商街开街都没几天啊，然后才开始，也不是才开始，因为它工期非常赶，然后再铺这个地面啦，什么弄一些这个工程，两三天的时间就要开街，你想想是吧？这个好多都没弄好，就要马上就开业嘛，就这个道理，所以它非常非常赶。如果说你一年有那么几个月施工不了，确实也是也是个问题啊，也是个问题。地上应该是那个这种分味煤吧，是吧？因为我确实没用过这种，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主要是北方嘛，主要是烧煤，就是那个成品煤，就是不是说成品煤吧，就是煤块啊，就没用过这种像分味一样的。这个分味煤的话，它那个什么它一踩是可以踩碎的，就是它这个应该是有这个土做的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它堆在这里会不会时间长的话会不会又变成这个我们说变成这个土壤是吧？是不是这个原因啊？真我真不知道，因为没用过这个，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这个分窝煤这种是它是怎么。就怎么生产出来的，然后这么烧完之后呢，它怎么再把它处理？那个这边的是应该是都已经规划了是吧？规划好不知道是做什么，因为整个这个这边要建这个官渠新城嘛是吧？官渠新城，
那所以可能好多都规划好了，就是拆迁，然后再什么了。那其实那这个地方不知道干什么的啊，应该也像是搞养殖的吧。其实我们出来以后走一走啊，走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说那个我们老说这个我们国家这个960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国土面积啊，当然这个国土面积也包括，应该是包括一个那个海洋那边吧，是吧，包括海洋那边，但是你真的走走才发现啊，好像这个其实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啊，平均下来或者说的真的可以利用的这个面积啊，确实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多，是吧。那我们走到哪里，包括每一块地啊，它都有它的作用，是吧。你比如我们走这个啊，这是道路，是吧，你必须要留出道路嘛，要不然这没有办法这个通行嘛，是吧。你必须留出这个鱼塘，是吧，你也必须留出这个我们说宅基地，是吧，你得居住呀，是吧，你不可能睡大马路上，是吧。然后呢，你要想发展工业了，那你就必须要有土地，是吧，你要建厂房嘛，是吧，建厂房，建仓库，建的物流中心，但这都要土地啊。如果说你把原来的耕地这个我们说那个拆迁，是吧，把耕地征收掉，然后把它建了厂房，那么建了厂房有个问题呢，那你这个建了厂房，那你那个粮食怎么来，是吧，那你这些我们说这些要吃的藕，是吧，哎，这鱼怎么来，那这都是问题，是吧。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哪怕这一片菜地啊，你看这么一点点的菜地啊，它可能都我们说够啊一家人或者多少人啊吃一段时间，但是你没有这么一点点菜地了，那这家人呢他就没有菜可吃了，是吧。啊，其实感觉好像这就一片菜地嘛，是吧，啊，但是他可能是一户人家，我们说这个要吃好久的这样的东西，是吧，就这样。啊，你少这么一点点的那。当然我们感觉啊，就是好像就是个数字而已，是吧，啊，几个人数字而已，但是你落到每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他的全部了嘛，是吧。这边基本上我觉得是要拆迁了嘛，啊，动迁了。现在动迁之后啊，基本都是建工业嘛，因为各地现在都是要发展工业。就好多那个大家看一些自媒体上啊，也会有一些这个说法嘛，包括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吧，这个是没办法的，还有就是一些跟美国那边的脱钩啦什么了，是吧，所以说还得去发展工业。这个房子上面叫写的标语不知道什么意思，也好久了估计。这个房也是老房子了，但这边一直那个什么，是吧，一直都是有围墙啊，应该是有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的水塘嘛，但是我们看不到啊，现在那个整个村非常非常安静，是吧。但现在时间我看看啊，几点啊，12点可能一般现在村里剩的都是老人家，是吧，都是老人家了，中午可能休息一下。年轻人就是大部分一个，也不是大部分吧，几乎所有人，因为年轻人现在没有种地的了嘛，是吧，所有人都已经都在城里边，是吧。所以你说这个城镇化是吧，你走走就大概就会知道这个城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吧。我们前头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啊，前面好像到头了。你看这个这个水渠啊，和水塘对面有个小庙啊，为什么算小庙啊，肯定能看出来嘛，是吧。庙的样子，但是我走了一段，往那边我走了一段过不去啊，我懒得走了，因为好远，是吧。所以你看就是它这边也挺远的，我大概率就不过去了，有点远。我估计以前它每个村啊都会有这样一个庙啊，这个因为我估计你像解放前了什么，它并不是说每个村都有这样的
一些基层组织是吧？啊，什么像现在我们说的村委会了，什么现在，在那个解放前了，什么应该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庙啦，什么大概就是很大可能也是就是，村里头大家聚在一起是吧？啊，聚在一起的一些地方，你包括像那个，哎，我知道啊，像那个，广州有个那时候有个地方叫那个三元里抗英，那个庙叫什么庙了？叫，哎，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当时那个应该是八国联军吧，哎，不是，还是英国人，去那个攻打那个广州所是吧，然后当地的村民啊就在那个庙里头商议是吧，商议就是要要那个抵抗这个英军的这个什么是吧侵略是吧，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就聚在这个庙里边然后商量事情。因为这个在广东那边啊，在广东那边就好多就是有好多这个叫祠堂啊，这个李家祠啦，什么王家祠啦，广州最有名的祠堂是那个陈家祠是吧，如果大家去广州的话，那个陈家祠应该是一般来说啊应该也是必去的一个景点吧，必去的一个景点。但是在这个在荆州这边啊，没怎么看到说这个村里啦什么有这种祠堂是吧，可能是因为像这个广东啊，广东大部分是广东有土著是吧，就是就土生土长的，但是好多都是这个从这个内地那个迁徙过去的是吧，所以他们对吧，就是过去之后啊肯定就是一个家族啦或者一个地方的人是吧，他肯定要要拉帮结派嘛，我们这么说啊，拉帮结派。但是在这块呢好像就没有是吧，啊也有可能是这边主要都是我们说的祖祖辈辈的当地人啊，当地人就没有必要就搞那些东西了是吧，搞那些东西。当地可能更多就是你信什么我信什么，就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那种我非是这个李家祠啊，这个是王家祠呀，这个是对吧，这个刘家祠那种概念啊。所以在这边没有特别那个明显这种宗族的观念啊，但是在广东那边啊，包括现在都是啊，就是这个还是有深刻这种烙印的是吧，在里边这种宗族。包括有时候大家在新闻里也能看到啊，就是一些宗族势力啦什么啦在那边。你看这边也是这个养的一些种的藕是吧，种的藕啊，确实过不去啊，那个这有条渠啊就挡住了，那个小庙我们是过不去了啊，过不去就不去了，我们还接着往前走。这一片你看都是这个水塘是吧，应该是都搞养殖的。然后那个那边就是那个海洋世界的那个小区啊，叫什么小区是吧，我突然想起来，如果说那个开发商啊一般肯定会写啊田园风光是吧，或者是无敌水景是吧，不过确实也是推窗就能看到一片这个我们说的啊这样的一个田园的这种景色，其实也还是不错的，总比说这个特别嘈杂要好很多，但是就是位置可能稍微偏了一些。